A 需要删除什么过不留下过胖的，其他帮我删掉的话，那当然你资料量少还可以人工来做啊，人工做的话，当然你可以由上往下判断，或者你当然你可以把它排序之后再来删了哈。不过有的时候呢，你要排序可能资料乱掉等等的可能问题。那如果你希望怎么样一键把它删掉，自动就留下过胖的就好了，那有什么方式来做啊？那这个第一个当然你要注意点哦，等一下练习啊。因为刚刚同学问到说，那个 VBA 做完处理的资料能不能复原？有没有这边有复原啊？特别说 VBA 做完不行哦，所以等一下删除也没办法恢复。所以如果你删掉了，那就没有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再不然你就把工作表是吧，先拖拉按 Ctrl 键，意思就是复制工作表哦，然后再来练习。不然的话你删掉就没有了。OK，那你要再练习下一次，只能练习一次，下一次怎么办？就要再把它找出来，OK 哦。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那我们第二个呢，开发类里面哈，我希望呢增加一个所谓的删除列。那删除列部分的话哈，删除什么列？那当然一样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删除列哈，你可能需要，第一个，因为我需要一键完成。比如说我这边可能是什么删除什么列好了哈，比如说我这边假设把名称也就要删除列好了，OK。那删除什么呢？删除就是 除了过胖以外的资料，帮我全部删掉，留下呢过胖的部分，因为可能健身中心嘛，哦，当然他客户群还是以体重比较胖一点，他才会来嘛，才需要。哦，啊，如果他已经很瘦了哦，可能就他去吃宵夜或者是多吃一点哦，然后对不对？那已经标准了，我反而去的你会发现每个都很苗条哦，胖一点的反而没有哎哦，OK。好，那当然，你这边按确定之后的话，第一个一个 sub，第二的话呢，当然就是说呢，哈，我们接下来希望好判断的方法，特别是哦，因为我删除的话，需要学会一个叫 rows 的物件。那如果你要删除哪一列的话，比如第四列哈，它按右键哈，就可以把它，但以前是这样删除。那我们基本上哈，可以这样做，就是说我先判断 K 栏里面的资料，如果它是过胖。那就留下来，如果不是，那我就把它删除。好，但是会有个问题哦，因为你删除的话，比如说你这个把它删掉的话，那理论上哦，如果跑回一圈，for i 等于4到13好了，那如果你把第四列删掉的话，哎，你特别注意哦，删除的话哈，你会发现再来就要删第五列，可是会有个问题，你删除第四列的时候，原来的第五列跑哪里去了？跑到第四列了。所以变成怎么样？你还要将来还要再去减一，不然的话你就变第五列永远删不到了，因为第五列会跑到第四列去。但是如果说换一个方式，假如我颠倒过来，所以删除的话啊，比如说我今天删掉第13列，那原来的第12列会不会影响？因为我再来就12嘛，哈，哎，不会嘛，再来删第11，11会不会影响？不会嘛，所以基本上哦。以后如果你要删除资料的话，那我是建议了哈，倒过来删会比较简单，不用考虑到因为删除会往上递补的这个问题发生哦。OK，所以哦，程式该如何写？第一个哦，我的程式写法哈，反向回圈，所以顺便讲一下反向，for i 等于什么呢？假设了哈，我刚刚是4到13嘛，那我现在把它改成13到4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哎，for 如果你正向的不用叙述，但是你反向必须要多一个 step，step 是阶乘的意思，你要告诉他说哦，哎，预设是 step 一，不用写，因为越来越多加一。可是如果你是越来越少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写，不写的话呢，它就13再来14，啊就跳离了，就不会再跑了。好，如果你要越来越少的话，你要多叙述一下哦，好，可以反向回圈，那，啊，当然。其他啦，如果你是一三五二四六，你就 step 二啦；如果你是反向的，一三五二四六的话，你就 step 负二。OK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有阶乘哦。step 因为之前没讲，主要是大部分都是一二三四五六，一直往下的话，好，那就不用写 step 哈。OK，那再来一样 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。那再来做什么呢？逻辑判断啊，所以我们的逻辑上第13列一直到第4列，那判断什么呢？if。哎，哪一个储存格 K 栏好了哦，假设呢，我把那个
K 栏里面的资料抓出来，所以打一个 sales，I 列的 K 栏里面的资料呢，帮我抓出来。如果它等于什么呢？哎，不过特别注意哦，我们要怎么样写会比较简单？因为我要找的其实是那个什么了，不是过胖的。那如果过胖的就不用理了，就保留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用不等于过胖来叙述，会比较简单。因为我要找的是不等于，不是过胖那些人删掉，所以那个叙述特别重要，你就不能用前面用等于了。不等于的话，VBA 是不等于，不等于过胖。那这样的话，等于是说你这样叙述完，把不等于过胖那些哈，通通删掉就可以了。不等于过胖，OK，一样空一格 then。如果不等于空，然后 and if 就不用 else 了，OK 哈。所以这边的话呢哈。如果它过胖，要把那一列删掉，那一列 row 加 s，好，因为是很多列嘛，一个集合，哪一列呢？就是找到那一列，就是 i 列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只要过胖的，不是过胖的，就帮我怎么样，把它找到，并且把它删掉。那删掉的话就是 delete 就对了，OK，好，delete 应该会拼吧，哈，如果不会拼，看一下键盘上面有一个叫 delete 键。上面就有一模一样的哈单字哈，OK，delete，另外还 delete，另外还有个打法哦，你会发现哦，我打字的时候一律都打小写，常常有同学说，老师要打大写还是打小写？像我习惯全部打小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字没有拼错哈，你如果移开的话会怎么样？有没有首字会变大写？但是如果说哈你拼错字了。你会发现，好像同学之前有 delete，可能字不知道怎么拼吧，诶，少打一个字好了，这样子。那移开会不会？你会发现，哎，字没有，首字没有变大写，表示什么？字拼错了。OK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技巧。啊，如果你这些技巧都掌握了，说现在打程式会打错还真的蛮难的，因为像为什么我程式？怎么打感觉都很顺，那可是换了一个人的，换同学来打，就到处都是问题哦。可能我觉得应该我在很多小细节上面，我都会特别注意。好啊，像这些注意到了，你要把程式写错了，还真的很困难。好，OK，那再来了哈，实在是容易写错，你干脆拿我的程式复制贴上改，可能还比较不容易错。你重打一定会比较容易错啊。所以很多同学以前刚开始学习阶段都是用复制贴的。所以学完这个课哈，最大的收获就是有程式可以贴，哦，那在哪里啊？云端上，他说最好的云端上有一堆。那我云端白板里面不是只有上课的范例哦，还有很多其他补充范例。好，那些其实都是可以你参考的范本，因为如果你有很多范本啊，以后用范本来贴最快，因为人家都写好了嘛，你改一下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哦啊，当然也要有人写好的哈，给你参考。所以有些东西啦，稳定的版本是最好的哦，不然的话你要重新再想怎么做，真的是最辛苦的。OK，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就测试一下，程式写完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那你想说，老师，那我们平常用还有什么了？比如说我们有空白列要删除，其实很简单嘛。如果储存格里面是空的，那就空白列啊，某一个空白怎么样，整列删掉嘛，可不可以？或者是某一些像用什么呢？用枢纽分析表产生有很多的自动帮我产生什么小计 total，哎，我想要把那个小计那删掉，这个也可以改一下嘛。或者还有什么呢？重复列，比如资料重复输入了，那我知道重复列啊，有时候你要用眼睛判断，那不很累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用什么写一个逻辑判断？如果你这一列跟你的下一列是一样的，那就帮我把我的下一列删掉。再继续比，哎，没有一样，那就跳过，这样很方便，因为这很多时候我都这样做啊，哈，很快啊，它按下去全部搞定，否则的话你用人工来处理啊，那是很，第一个哈很累啊，第二个也容易找不到，对，因为你用眼睛看啊，看久眼睛都会花掉了，对哈，那用电脑处理不会，只要是逻辑对的话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哦，不过特别重要哦，做这件事情不可逆哦，所以记得先复制一个再做哈、哦。那我把执行一下，按 F8 好了，好、哦，不然的话一下全部删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第一个第13列
是不是过胖？哎，不是，对不对？哈，不是的话呢，会不会进到逻辑里面？会，删掉，有没有？OK，就这样嘛。再下一个，第12列，所以 i 会越少，i 现在12了嘛？OK，应该懂那个逻辑啦。其实真的也是有，并不困难嘛。你看我们程式再怎么写，顶多就是这么几行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把这些凑一凑哈，可以凑出很多花样出来哈，顶多是多学一个。弱势物件嘛，OK，没有很多了哈。啊，再下一个删除有没有？所以只要是标准跟过瘦的，一律删掉。再来第八位，第八因为它是过胖，所以它就怎么样跳过了，有没有？跳过了它就不删了。然后呢换下一个，下一个会不会删？下一个是过瘦，所以删掉。哎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样的方式啊，其他都一样，按下去它就怎样，最后就留下过胖的。就这样而已啦，哦，但这个功能有的时候还，我觉得还蛮实用的。它有类似像筛选的功能，因为筛选，但筛选你是把你要的东西抓出来，啊，这个是你把不要的去除掉，哦，OK，而且这种写法我觉得还蛮简单的。以后你干脆打熟了之后啊，程式真的没几行，所以我们把这个 review 一下啊。For i 比较关键的是4到。13到4是倒过来，所以关键这个 step 负一，这个一定要记，多学一个反向回圈。好，第二个这个逻辑呢，不等于的叙述，应该哎前面讲过这不等于吧？有吗？哈，OK，不等于哦。然后删除顶多就 row 实物件哪一列，告诉他，因为找到的那一列把它删掉。OK，好，那因为它不可逆哦，所以记得哈，如果你刚刚做完哦，如果要恢复的话。那、啊、记得就是，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旁边的按钮怎样？哎，挤在一起了耶？为什么会这样哈？其实这个也是延伸性的问题哈。原来长这样子，那它为什么会全部挤在一起？其实关键在这里，按右键，控制项格式，里面有一个叫摘要资讯。物件的位置预设是什么呢？大小位置随储存格而变，意思就是说那个储存格哈，若被删掉，它就越来越小，它会随着改变。那如果你不希望改的话呢？大小位置怎么样？不随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不想变形啊，有个方法，先把它怎么样改一下，按确定。但如果你好几个啦，你就。先点一，哎，按右键哈，先点一下，然后再按 Ctrl 键，再去点其他的，就多选几个，然后一次啊，一次改。好啊，这个做完之后哈，再复制一个。啊，如果我把那个哈再跑一下，你会发现刚刚会全部粘在一起，有没有？现在会不会呢？执行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不动如山了。好，顺便讲一下，因为可能也会遇到哈。OK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多讲一个删除列了啊，程式真的没有几行，好啊，这些其实都很实用的啦，我觉得比较实用的，我就顺便讲一下啊，这个部分因为也经常会遇到，那可能就是说你那个列哈，你不需要的你就把它删除掉，好，还有空白列啦，或者是说像重复列啦这种，哈，其实都可以用 row 实物件来完成哦。